醉酒女孩在街上差点吓到人，却不料女孩醉酒这一幕早已被两个小混混看到。离开的男孩凑巧听到这句话，意识到女孩要出危险的他连忙返回，可是下一刻女孩竟然直接撞到他的身上。男孩连忙一把推开女孩，可女孩接着就在醉意下说自己只有一个人，父亲刚刚在上个月过世，男朋友昨天刚刚和自己分手，所以自己真的是一个人。眼看女孩不住的傻笑，男孩直接将她带到了湖边醒酒，女孩却告诉他自己很孤单，每天都像在坐船一样，她明明站稳了却似乎一直在摇晃，听着她不停地说着自己的难过。从小娇生惯养的男孩心中却动了心，当晚他和女孩以天为被以地为床，直接睡在了湖边。可是等男孩白天一睁眼，却发现女孩早已消失不见。可是当天他锻炼完身体正在台阶上坐着，却忽然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，他心中一动，连忙去查看，却发现那正是昨晚遇到的女生正在喂养一个流浪猫。可他嘴里居然说昨天他喝醉了，早上一醒却发现自己在一个巨丑的大叔旁边，简直把他吓了个半死。男孩当时就无语了，自己有那么丑吗？可是不过向来古板的他却没有惊动女孩，只是他却记住了这个地方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女孩无数次来到这里喂养流浪猫，而男孩也只是静悄悄地看着，从不曾惊动。这种了解一个人、默默观察一个人的感觉，莫名的让他很是开心。甚至是女孩不在的时候，他会主动过来。时间一晃就过去了4年，他也静悄悄、没有打扰地观察了女孩4年。可是当晚醉酒的女孩却丝毫不知。可是男孩纵使有着无数次机会，但是他却从没有表白过。甚至这一天，他忽然发现女孩喂养的流浪猫来到大街上，而一辆汽车却直直地撞来，于是他直接挺身而出。可是大学时期他却完美的错过了表白，而直到毕业后身为继承人的他到家族的公司基层锻炼，他却忽然再次见到了这个女孩。他忽然愣住了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还是没敢说出口。直到女孩在公司谈起了男朋友，他看着这一幕无比的羡慕，这一次他知道自己可能真的错过了。直到女孩结婚10年后这一天，他得知了女孩的死亡消息，他赶来祭拜，没想到警方居然就在这时逮捕了女孩的丈夫和闺蜜。而在此时他才得知女孩这18年过得很不好，而他得知这些消息心情激荡之下，却一不小心发生了车祸。可是他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因此穿越到10年前，也就是女孩刚刚和未来会杀掉自己的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。他决心一定要和她好好谈一次恋爱，他要把握住这次重生的机会。第二天，身为部门经理的志贺摘掉了戴了10几年的古板眼镜，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了公司，而他的这种变化也顿时让一众下属瞬间变成小迷妹。下一刻他试图上前约志源，却不料志源想起了昨晚的事情，他刚刚和志贺分开却看到他搂着自己的同事夕颜，心里顿时一阵抵触，立刻回答如果和工作有关，那么请告诉自己地点和时间。听着婉拒的话，志贺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什么情况，昨天分开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可是当晚他却在回家时看到这样一幕，他在等红绿灯时好巧不巧地碰到了志源在和一个男生说话。志贺清楚地知道这是志源的初恋恩浩，可他不知道的是志源来见恩浩就是为了说清楚自己有男朋友了，可是恩浩却以为是志贺，因为那天来邀请自己去同学会的就是他。志源这才知道原来为自己在同学会上化解麻烦的就是志贺，可是志贺却不知道这些，他心中一直想着志源和恩浩见面时的笑容，心里顿时久久不能平复，难道自己又要错过了吗？下一刻他似乎下定决心，于是直接掉头要去找志源说清心意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此刻独自回家的志源却遇到了麻烦。